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试求下列各式之值。好，那么第一小题，第一项呢，这里是 sin 零度，那么零度啊是在这里 ，sin 呢是要看 y 坐标，所以呢这时候 sin 零度啊是零，这我们把它写下来。好，加上 cos 90度，那么90度在这里，那 cos 呢是要看 x 坐标。所以呢这时候 cos 90度呢是0，把它写下来，加上 tangent 180度，那180度在这里，那么 tangent 呢是 sin 去除以 cos， 所以呢 tangent 180度就是 sin 180度去除以 cos 180度，那么这时候是0去除以负 1， 所以呢是0。好，这里加上 cotangent 270度，那么270度呢在这里， cotangent 呢是 cos 去除以 sin， 所以 cotangent 270度是等于 cos 270度去除以 sin 270度，那么0除以负 1， 这是0，我们把它写下来。好，加上 secant 0度，那0度在这里，因为 secant theta 呢是 cos theta 取导数，所以呢这 secant 0度就是 cos 零度分之一，那么是一分之一啊，就是一，我们把它写下来。好，加上 cosecant 90度，那90度在这里，因为 cosecant theta 呢是 sin theta 分之一，所以呢 cosecant 90度就是 sin 90度分之一，那么也就是一分之一，所以呢是一。因此呢，第一小题我们答案是等于2，这个答案。接着我们看第二小题，首先呢 sin 二分之派，那么二分之派是90度，所以呢 sin 90度啊是1。好，去乘以 cos 派，派呢是180度，所以呢 cos 180度是负 1。 好，加上 tangent 0度，那么 tangent 0度呢是 sin 0度去除以 cos 0度，所以呢在这里啊是0去除以1，所以呢是0。好，去乘以 cotangent 二分三派，二分三派呢是270度，那 cotangent 270度呢是 cos 270度去除以 sin 270度，所以0除以负 1， 这也是0。好，加上这 secant 0度，那因为 secant 零度呢在第一小题啊我们算出了是 1， 所以我们这里是直接写。好，去乘以 cosecant 二分三派，那么就是 cosecant 270度，那么270度在这里， cosecant 270度是 sin 270度分之一，所以负1分之1就是负1。所以呢我们计算一下，这是等于一乘以负一是负一，好，加上零乘以零呢，这是零，我们就不写了。好，加上这是一乘以负一，所以呢是负一，所以呢负一去加上负一，我们这题的答案呢是等于负二。